南洋风味餐厅 Starleaf 日前落户南加州帕萨迪纳科罗拉多大道。这是兴业集团继亚洲43家直营门店后首次走出亚洲来到北美地区。兴业集团是由知名餐饮企业家林敏熙女士于2011年创办，米其林星级大厨陈世杰与世界厨王大赛冠军吴海峰领衔的厨师团队，专注于食材与古法烹饪技艺，追求精致与传统的美食体验，融合东南亚风味和西式浪漫轻奢，多年来对美食赋予创新，对菜式品质不断升级，不懈追求顾客的温暖愉悦用餐体验，将喜乐传递给每一位客人。兴业帕萨迪纳店的设计采用雅致中性色彩与柚木色搭配天青色的室内装潢，翠绿的墙身色调与沉稳的棕色藤边椅、原木餐桌的融合，营造出南洋休闲而不失奢华的气氛。兴业的招牌菜包括古法咖喱膏蟹配法式面包、冬阴功海鲜汤、食神鱼子炒饭等等，独特的风味征服了各方食客。我们这边的特色菜有比如说我们的冬阴功汤是经过12小时的熬制，然后里面有猪骨啊，还有鸡肉啊，还有那个虾壳，我们去熬一个汤底。然后我们这边还有比较有特色的咖喱，还有我们烧烤也有一些，比如说猪颈炭烤猪颈肉啊。然后我们的凉菜方面也有很多特色的产品，比如说青木瓜沙拉，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越南米汁卷，然后我们的甜品也有很多亚洲特色的，比如说我们的椰香女神火锅啦，然后还有我们的粤式咖啡奶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